哎，老板，这个号有可能进实力排行榜吗？我操，主使精队的双马爆一把伤啊！减23敏捷的28速度的保护装备，这个保护装备，兄弟我不太懂，你为什么不直接买一个速度加5的呢？啊，对不对？或者速度加10的呢？你也不会打速度宝石，为什么摆1888？为什么还有4个收藏的呢？我觉得真的酷啊！你买一个10级的保护装备，速度还没你这个高呢，也不要钱，为什么还摆1888？最关键为啥还有4个收藏啊？你归宿直接带速度5点的不就行了吗？啊！这只鬼将的话，新区全红六技能完美技能，六技能最好的完美技能。这个老板的号真的新区太强了，不带不行，不带你没有套装啊，你必须得带一个有套装的啊。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可以打躲避宝石啊。